幻拍档牛头犬詹姆斯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尽管心中充满困惑，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小庞的梦幻成长故事，见习生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其实最近小庞交了个新的女朋友。叫做惠美，是个活泼可爱的幼稚园小女孩哦。而小庞的女朋友惠美马上就要过6岁的生日了，小庞决定买一个生日蛋糕送她，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去买生日蛋糕篇。带上小桃子姨交给她的皮包，马上要出发喽。这次的任务路线，首先是从家里出发，到附近的蛋糕店去买个生日蛋糕，再拿着蛋糕前往惠美的家。今日買ってもらうのはケーキ。パン君ケーキ知ってるね。お誕生日に食べたことあるでしょ。いいですか。これ、これだよ。みんなで分けられる大きいケーキを買ってきてください。大丈夫？本当？心配だけどね。まあ、全部でもお願いしますよ。それじゃあ、大きなケーキを買いに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没发现公子先生内心的不安，小庞和詹姆斯快快乐乐的出发了。但是小庞他们毕竟还只是菜鸟小帮手，放心不下的公子先生还是一如往常的偷偷跟在后面观察他们。只要直走就能到达蛋糕店，对小庞他们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先生已经事先告知店家小庞会来买蛋糕的事。小庞进去买蛋糕的时候，詹姆斯要暂时在外面等候。哎，不可以直接进去啦。对对对，小庞，你能顺利的把绳子套进去吗？顺利把绳子套好的小庞准备要进去店里喽。看到小庞走进了店里面，公子先生立刻跑到蛋糕店的窗户旁观察情况。小庞这次要买的是惠美最爱吃的草莓生日蛋糕，不过店里的蛋糕种类好多，小庞到底能不能找出他要买的草莓蛋糕呢？加油哦！小庞先四处张望了一下，就在这时候，小庞看到了，公子先生！小庞是不是已经发现公子先生偷偷跟着他们啊？小庞很努力地找着，看来他打算要放弃了。小庞，快点买蛋糕吧。哎，那里是出口哎！小庞，你不买蛋糕啦？就在小庞面前，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蛋糕。对对对，还没买蛋糕呢。小庞准备要买的草莓蛋糕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他能不能顺利找到呢？胖君，よく見て。いちごのお誕生日ケーキですよ。ないかな。上の上の。胖君、ああ、とちった。
因为蛋糕放得太高了，小庞根本就看不到。小庞竟然整个坐在地上。あきらめちゃったかな。目の前にあるんだよ。もうちょっと頑張って。上の方にすぐ、もうすぐそこにあるのよ、パン君。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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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諦めないでよ。そう、諦めないで、もうちょっと。探して探して、そこそこ、そこ、そう、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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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草莓蛋糕就在他眼前了。見て見て見て。あった。ほら、それでしょ、ほら。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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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それそれ。店员把草莓蛋糕拿出来了，好，只要付了钱就行喽。口力出して。片手じゃダメなんだ、パン君。パン君、両手使うの。パン君、両手で出して。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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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そして、一円だよ。違う違う違う、パンクそれ1000円だな。もう一枚、もう一枚、よく見て、よく見てよ。出せる？出した、よし、そう、あー進歩したわ、パンク。あとはお釣りもらって。お釣りですよ、そう、500円。そうそう、4だからよし、行く、よーし、そう、よしできた。偉いよ、パン君、偉いよ。どこ行くの、パン君。肝心なケーキ忘れてるでしょ、あなた。そうそうそう、戻ったの、何やってんだ。そう、受け取って。いや、太棒了、任務成功。看到小庞成功买到蛋糕之后，宫泽先生决定先一步赶到惠美家里等他们。拿着买好的生日礼物，小庞从店里头走了出来。接下来要去惠美家喽。难道你要？蛋糕那么大，放不进去的啦。好险，他终于放弃了。对，把绳子拿起来，朝着惠美家做最后冲刺。总算是发现了，真是的，这个蛋糕很重要哎，拜托你拿好哦，小庞。接下来只要把蛋糕送到惠美家给他就行了。顺利买到蛋糕，小庞和詹姆斯得意洋洋的准备送去给惠美，可是没想到待会儿竟然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差距。小庞和詹姆斯脚步轻快地朝着惠美的家前进，可是，啊，蛋糕居然用拖的，这样蛋糕一定会糊掉啦。不过，只要拖的时候不打翻，应该还不至于太糟糕吧。詹姆斯好像也想和小朋友一起玩球哎。可是要等蛋糕送去之后才行哦。不过，突然传来小朋友的叫声，小庞转过头去看到的是，结果，啊，詹姆斯快停下来啊！小庞手上因为拿着蛋糕，所以不能把绳子给放开哦。啊！詹姆斯终于追上了球，不过蛋糕已经……现在要把蛋糕送给惠美喽。
满心期待的蛋糕，惠美更开心了。可是小胖和詹姆斯，小胖和詹姆斯脚步轻快地朝着惠美的家前进，可是。居然用拖的，这样子蛋糕一定会糊掉啦。不过只要拖的时候不打翻，应该还不至于太糟糕吧。詹姆斯好像也想和小朋友一起玩球哎，可是要等蛋糕送去之后才行哦。不过突然传来小朋友的叫声，小胖转过头去看到的是，结果，啊！詹姆斯快停下来啊！小胖手上因为拿着蛋糕，所以不能把绳子给放开啊！啊！就在这时候，蛋糕，蛋糕竟然和詹姆斯的绳子缠住了，一起在路上被拖着跑。垂头丧气的小胖往詹姆斯的方向走过去，然后先把足球拿去还给小朋友。他明明很难过的，小胖你好乖哦。小胖再度走回詹姆斯的身边，看来蛋糕已经不成形了，盒子变成歪七扭八的，相信里面的蛋糕一定也碰坏了吧。可是已经傍晚了，总不能一直站在这里吧。这次他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拿着蛋糕，小胖和詹姆斯就这样在夕阳余晖中踏着沉重的脚步朝向惠美家的方向走去。先一步赶到惠美家的宫泽先生神情不安地等着小胖他们到来，终于絡まっちゃったね。まあボロボロになっちゃったね。なんかあったんだね。でも買ってこれたんだから一応さ、エミちゃんに渡そうよ。ね。さあ、じゃあ。宮泽先生亲切地鼓励着小胖他们。はい。行こう行こう行こう。こんばんは、宮沢です。惠美满脸笑容地出来迎接小庞他们，现在要把蛋糕送给惠美了。看到满心期待的蛋糕，惠美更开心了。可是小庞和詹姆斯，
ありがとう。やったー！やったやった！看来小庞和詹姆斯特地去帮惠美买蛋糕所付出的努力，惠美大是完全感受到了。虽然蛋糕已经撞烂了，不过这年的生日对惠美来说一定是永生难忘的。小庞、詹姆斯，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呦，没想到连小庞都加入阵容一起玩起来了啦！他好像已经完全忘记有任务在身的这件事了。哦，好像有东西掉了，那不是？